从火箭发动机设计师到航天飞行工程师，我的身份在变，但航天报国的初心和使命不变。从造火箭到做火箭，从托举飞天到自己飞天，我要深深地感谢所有的航天科技工作者。载人航天30余载，从神五飞天到空间站运营，从中国人来到太空到空间前沿科学研究，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，每一项复杂的工程实现，每一组精妙的科学实验，都凝聚着所有航天人的智慧、执着和奉献。作为一名航天员，从幕后走到台前，我们也是千千万万航天人的手和眼，和他们一起去探索太空的奥秘。我们已经在地面的模拟器训练了无数次，我和大家一样，做梦啊都想去天上的空间站看一看。我想在咱们的太空豪宅里飞来飞去，体会失重的快乐。我想精心地完成好每一项任务，守护好咱们自己的太空家园。我还想在深邃的太空里遨游，向星星挥一挥手。当然，我更要看一看生我、养我的祖国母亲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无论身处何方，祖国母亲永远是我最深的眷恋。